家好，我是雪儿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好像还蛮红的一个清粉刺的东西，它是这个，它泰国的一个芦荟胶的粉刺面膜吧，然后它有搭配。面膜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先找一盆水，热水，然后还有一个毛巾来敷自己的脸，然后让毛孔软化之后再开始清粉刺。那我先热敷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大概敷个五分钟左右。然后呢，记得哦，像这样子敷完的水有没有？敷完的水不要浪费哦，不要浪费哦，因为还可以拿来擦地板。说明书哦，我看不懂这说明书。好啦，这边有中文啦，这里有中文，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他说呢，你可以取出适量的芦荟胶，涂抹在需要去除黑头或白头的地方，立即把。配套的面膜纸贴紧，大概十分钟左右，由下往上撕除。那如果你黑头粉刺或者白头粉刺比较多的人，可以做两次，这样子效果会比较明显。好，那现在我就来试试看喽。看一下，它是长这样的。就是一个很像是乳液状的东西，哎，不对，它有一个盖子，开启它，哦，它是长这样，哎，好，那就让我来拿一个棉花棒哦，来，棉花棒。棉花棒，再准备一张卫生纸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垫在旁边，我怕这个胶会粘到我桌子，这样还要擦桌子会很麻烦。来喽，预备备。它是这么粘稠哎，好，赶快。算是还蛮好推开的，有一个淡淡的太极劳宫的味道，这个味道让我想起我老家中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边有工业区，很多的外劳。好，但是如果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人，我不建议你去购入这个产品哦。好，然后我要来盖上吸油面纸，很像是吸油面纸的东西。
抽取两张出来哦。微微的凉感，感觉很适合夏天哦。凉凉的。好，那等一下，等到它差不多干了再来，我们再来把它撕掉。那先这样哦。赤裸，我的粉刺们，啊，救命啊！这不错哎，蛮好用的，又是精彩画画妆水。谢谢大家的收看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